要不要以后走？哎，好像可以呢。对啊，因为这样子大家又可以赶回家。对。又是一家一家。对。就是都是唱下午场的，因为现在。对啊，好像可以哦。因为这样我们唱完，然后大家又可以去吃饭，然后很嗨，然后喝个酒，然后回家休息，然后迎接明天的 Blue Monday。可是导演有在里面推，有他一直骂，一直唱，不可以再唱。我就说接下来，因为外面不是一直很多歌迷朋友们一直说什么什么歌，因为我听不太清楚，然后他就说不要唱，他们同时讲，他们就是我说我想听你们说你们想听什么歌，然后我的耳机是他说不要唱，然后他们就是一直在讲别的，因为他也累了。歌迷都没有走啊？对啊，好像可以。你今天整场都没有那种有一点点疲倦的？有，其实有。我从一开始唱完《龙马六九二零》大大的拥抱，我就累了。啊？太早了吧？就开场哎。对。我觉得我的那个叫什么？对，应该还是需要再练习一下。所以你认真讲，被这平常过过一个。不是啦。我只是揶揄自己而已啦，对了，没有废了，很好。对，昨天怎么都是讲那个烂废？大家下来。对，我妈想说你怎么烂废？我说开玩笑的，结果媒体很认真呢。那你看，你刚刚讲为了健康戒酒是认真的吗？认真的啊。昨天不是喝香槟？应该是说，因为我之前，那个叫什么，脂肪肝了。之前对对对对对。然后有出现红。对对对，就是太安逸了。对。所以。对，吃的太好，太精致了。那医生只有说戒酒用，还有其他的啊，运动啊，对，就不要吃的太高局。这样怎么办？就不能满足口腹之欲？没有，偶尔可以。对，因为毕竟现在就是朝向40嘛，所以就还是要保养保养。你有真的感慨吗？哪一个部分真的有因为年纪的增加而退化？没有退化哎，没有，赞哎，没有退化，我没有退化，完全没有，没有，也没有地心引力这个东西。我反而觉得就是因为你越来就是年纪越来越有啊，你就会更看到的东西更不一样，比如说以前。我看到歌迷朋友们拿灯牌的时候，我都会有一点害羞。现在看到拿灯牌的歌迷朋友们，就是他们的年纪是跟你一样的，他们还愿意拿着这个，就代表是说他们是真的很爱你。就是你看到东西，你理解，你去。你的视角已经是不一样了。以前你会觉得，哎呀。不要拿了，有点害羞。但现在会觉得爽，对，超爽，因为这越来越少了。我自己喝。小小歌迷吗？你就回去叮咛他说，记得做一下灯牌。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就是我觉得灯牌还是有点害羞，但是我是觉得看到他们是从以前一路支持你。所以你就会觉得就是很贴心，很窝心。就是我已经这个年纪了，他们还跟着我一起拿着这个灯牌，就是代表是我很爱你，我很支持你。
要下班了是不是？他觉得那个短发你知道蛮惊艳的，那个时候你什么样的心情？剪那么短的，那个是假发。啊？刺猬的那个？有这么？我的头更短。啊？哦，真的没有。真的你是讲认真的？更长。你说那个寸头已经是假发、啊，那个头。那我们被骗了。因为我之前。哎，不要哭了！哎，那个酒给他，直接给他，快点。那个真的是假发？对啊。所以你今天都没有真头发出来？今天都没有。真头发几公分啊？真头发大概一寸吧。2.54公分。2.54。一寸啊。2.54啊。对啊。那个比2.5还短。没有，那个比较长。因为我们就看那个、啊、那个什么 Stranger Thing 哦，那个怪奇物语的那个，他也是那个假发很短，然后就觉得哎、欸，好像可以短发给人家看一下，对。所以你那剪那么短，不会觉得很伤心，然后直接撸下去的。其实我剪短头发也是因为之前有一个很小很小小朋友的歌迷，他就是因为他的脑必须要脑里面有东西，然后必须要开刀，然后他就去学校的时候，就是他开刀要必须要剃光头嘛，所以他那个时候去学校的时候，就同学就一直笑他说，哎呀，你怎么会是光头？然后他的妈妈就一直跟我讲他的故事，然后说因为他听到我的歌，他觉得就是很乐观啊什么的，然后就讲了他的故事之后，就是他因为他觉得他剪完那个头发，他告诉他的同学说，我就算是短发，我还是女生，不是因为我的头发的长度。所以我才是，对，不一样。所以我就是因为他的故事，我就觉得，对啊，短头发也是可以很漂亮，也是可以展现自己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性别。女儿看到吓到？没有啊。你认真吗？他们有说长？没有。漂亮？没有。你大概什么时候去剪的？上个月吧，上个月，对，上个月。那时候没有考虑到说，因为演唱会要开始了，所以就不要用假发。因为我请的那个发型师他蛮厉害的，所以他对他什么样的头，他应该都可以弄得很好吧？毕竟他那么贵啊。对啊，其实我也没有想到，因为就像我今天，在加油的时候，就是跟所有的乐手、幕前幕后的工作人员们一起加油的时候，我就说，今天你不管你的乐器或者是你所有的一些设备，可能没有很完美，那都是一个很棒的表现。我也觉得我今天如果走音啊，或者是破音啊。我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完美的表现，因为哭也很漂亮。吕明勋，对吕明勋。嗯，今天讲爸爸有哽咽，对不对？哎，我怎么一直灌我自己啊？有没有人可以跟我一起喝啊？好，我们聊完再喝。嗯。讲到爸爸那一段蛮感动。对。就是爸爸以前。对，因为他真的是很严肃的，因为他是刑警。他连打喷嚏，我们都会害怕，因为我们在你面前放屁，哦，我们就要吸，就不能说哎谁放屁这样，因为其实我爸爸是便衣刑警嘛，然后我在歌唱比赛啊，他都觉得女孩子不应该抛头露面，然后他又是。知道一些花花世界的，然后他就说好像会有什么潜规则，就是如果你要
在一个位置的话，你就可能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，你才可以有这个位置。他就很担心，所以他就是一直希望我可以找一个可能早上9点出门，5点就可以回家的一个工作。然后他也一直给我那个警察学校的报名表，就是可以，他说当女警也是很帅。然后我就说没有，我就拿一随便拿一个东西，我就说哎，拿麦克风也很帅。然后就是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一路走来，他也跟我在舞台上面唱过，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。以前他还在我面前摔杯子啊，然后就跟我说要断绝母就是父女关系。然后看到他现在这样，就是一直猛拍我。那种，因为他从来不会跟我讲我爱你，他就是用他的方式去表达他对我的爱，所以其实我真的很谢谢他，在那个角落，然后拿着他的手机这样拍，手针，对，手针，职业病，然后回去要录口供。爸爸这么严肃，那你有没有偷偷看过爸爸落泪过，或者在看你表演的时候？有一年的八八节，可能因为他年纪也大了，我带他们去泰鲁阁过八八节，然后，那个酒店，那个酒店叫什么？对，他们就很贴心的帮我用了一个卡片，然后就说可以送给爸爸，然后我就送给爸爸之后，他一打开，他就在拭泪，然后我没有看过他就是这么严肃的人，就是擦眼泪，然后他就还小小声的说：“哎，老花眼真的是哦，怎么会？”然后我就说：“没有关系啦，爸，我也爱你。”然后他没有回，他就继续擦。然后我妈妈就在旁边说：“爸爸真的很爱你，知道吗？”这样子。铁汉柔情。对。那你说妈妈最近身体不太舒服？嗯。这个我就不多谈了，对，不好意思。对他会好，他会好。哦。对。需要治疗。对，他已经好了，对，他已经好了，对，他已经好了。像他今天也是看全程的，会你在台上会稍微担心他在台下会？对，我怕他会比较累，对，哦、对啊，对，还是有挂念这件事。对啊，但你知道。新妈哦，就还是希望有一些 spotlight， 对。那他会报名说要上台？没有，因为他这一次他就比较没有，他只有说为什么没有我的那个微电影呢？我也是电影明星啊。微电影就之前上一个旅客的时候有爸爸妈妈一起演的。P.S. 我爱你那首歌，所以好不开心，抱怨。对，他有，两天都有来，对。那个老公跟女儿是不是也在台下？低调。因为第一天好像最后面有镜头有带到他们。低调。对，低调支持。应该都。都很好。好。那女儿接下来是放了暑假吗？他现在有加入一个球队。对，所以他就会就不想跟你了。没有，我觉得应该就是要让他就是年轻人嘛，就应该让他多动。嗯，因为我这次也是骗他上来的，没有邓紫棋。邓紫棋的歌迷，不好意思啊。女儿会喜欢跟你一起热舞吗？以前，但现在没有了。就打球的。对。现在有他自己的兴趣了，刚刚我说想去高雄吗？
想啊，我毕竟是高雄人哎、欸嗯，我是我们家唯一的一个是一开头的，我们家全部都是台东 V 开头、哦。我是在高雄出生的，因为我爸在高雄当警察，所以我是在高雄出生。所以应该也是要回去吧，主办单位，主办单位。高雄有场地吗？对啊，主办单位。在问了，在问了，他们在问了，感受到压力。场地不好租啊，很多人到下半年。对啊，再两个月会变胖哦。不会胖回去吧？瘦一点吧。对啊。有点。新加坡就蛮瘦啊。但好难哦，我比新加坡现在还胖，新加坡是真的瘦了。我觉得你又胖。对，所以就是忽胖忽瘦，就有一种悲伤。香槟比小米酒大一点，没有喝完。因为我很怕彩排的，我自己有听彩排，我就怕那个声音可能会不够。你不敢喝小米酒？我的声音啊，就不够出来。不会，很好喝。好 ，OK 吗？没有没有，我们听你声音比较小。但他真的超，他声音很好。他真的超级认真，而且他有那个 vocal 老师。哦，跟他上课。对，而且他的 vocal 老师也是我的朋友。嗯、然后就是我昨天才会说，如果我是他的妈妈的话，我真的弹丢啊！我好喜欢他，他的个性真的是。太好了，算是人生第一次公赞献给你，这样。对，真的，我也真的很谢谢他，因为他原本今天昨天是有安排工作的，因为他就觉得说我怎么那么有勇气，然后我也觉得他也有勇气来，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真的是蛮有默契的。来了，喝了，喝了，喝了。来来来，耶！